接下来 demo 这个西风之神最酷的地方，它的萤幕打开来，它的第一键会升起来，而且会发出红光。然后第一键升起来这个地方啊，同时也是它的散热口，底部这边有两个超大型的风扇，会把你的热源往外排出，增加它的散热效果。两边都有，可以拿起来看一下。然后这个底部啊，它原厂附了一个 ROG 的罗赖吧，有拍到吗？有，拍到。对，你可以自行把这个低键拆下来，对，拆下来，然后去清那个风扇。我个人觉得这个很方便，也很酷啊。应该是第一台笔电有做这样的设计。